好，现在啊，我们返回宿舍。哎，哇，哇，这，哇，点样开啊？哇！我的体验感很差。嗯，我的体验感很差。为啥呀？我没有体验感，直接被后边干了几枪。哇、哦，那个疼啊！我都是，我被打好。我的腰和我的感冒，已经快要了我的命了。哎，太难了，好难呐、啊！我这屋什么味儿啊？喷的那个碧丽珠，天啊！喷碧丽珠为啥呢？清新空气，这味儿你能闻吗？我，哎呀，啥都不想做了。啊、哎呀，长这么大也没体验过这种，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恨恨且爱且狂。输了呢，还是气被那个人打了去？多气！你不能总赢啊！啊，我可输太多回了。失败是成功之母。我知道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成功的爸是谁？失败是成功的母，成功的爸是成功。成功他妈是失败，那成功他爸呢？等一下，成功的爸是，坚持，错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猜猜。失败他妈，成功他妈是失败，成功他爸是不怕失败，也不是，应该是总结，总结感性，还是四个字的名字？那不对吗？你失败了，不怕失败。这个并没有让我觉得，并没有说出来让我觉得，哎呀，对哦，没有，我没有这种感觉。哎，发性改叫改进。啊、哦，改成你是吧？但是真的有意思哎，我觉得。好玩啊。嗯，超有意思。